这个当然是语言上的错误。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密教，因为我们是好像是说学普通话的，也有广东话的，你们也有很多广东人学广东话的，那么你广东话也可以把这个普通话，师尊刚才讲的普通话，用广东话去表示出来也可以的。连广东话嘛，你们就专门会广东话，你就讲广东话嘛，就讲说这啊，糟糕，我不会讲我只会讲这个和喜，和喜啊，好吃啊，这和喜供养你们呢、啊，啊，盐水啊，盐酒啊，啊，盐酒供养你们呢、啊，盐酒让你们有力气去把这个金刚，所有的金刚明王，让你们 have power 啊，盐酒去把它完成。啊，这个就是。这个语言上的啊，广东话也可以用啊。那个我们这边呢、啊，还有讲英文的啊，还很多年轻人都是讲英文的，听英文的，他们也可以一样用英文，一样用英文去在做火供的时候用英文，把它翻成英文就可以。就是举一反三 ，Om Mani Padme Hum。